The St. Stephen's High School hel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eek Student Works Exhibition. 圣公会中学举办中国文化周学生杰作展览开幕式。为了燃起学生对认识及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圣公会中学于2024年2月12号上午在中学部大厅举办了2024年中国文化周。大厅经过精心布置和装饰，充满了中国元素，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四年级的庄君祥同学担任司仪。活动正式开始前，五年级的陈义灿同学带领大家祈祷活动顺利进行，然后由12年级的陈佳明同学献唱一首歌，将华丽的旋律送进每位与会者的心房。中小学中文教务处主任李维友博士致欢迎词，他表示，这次文化周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更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互动体验。从认识汉字到相反词、造句、阅读、翻译、说话等精彩活动，学生们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语言能力。随后，学校主理杨颖慧、代校长许月儿、副校长施静文和中文教务处主任李维友博士为学校中国文化周开幕剪彩。在李维友博士的鼓励下，学生们踊跃参与中国文化周的各项活动。学生们通过有趣的游戏和竞赛吸收新知识，热情探索汉字的神奇，投身于汉语世界的美妙。每一位参与者都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成长，并增进了对汉语的了解。通过本次生动充实的中国文化周，圣公会中学不仅激发了学生们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也让他们在欢笑中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此次活动无疑给学校大家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也为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